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澳门快拍》，我是 Winnie。 那在这里呢，我将每一天都为你更新澳门大大小小的文化以及娱乐资讯。首先，我们一起去回顾一下在澳门文化中心的露天广场举办的一年一度的 Hush Full Band 马拉松摇滚音乐季。举办七年至今的 Hush 今年再续摇滚精神，汇集了包括来自台湾的范晓萱和百分百组合、香港摇滚组合 Color、北京的并勇、雅加达和曼谷的组合，以及九支本地乐队，他们为音乐呐喊，引爆了全城摇滚力量。为你更新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于澳门的资讯，就登录 macau.com 哦，拜拜。